大家好，又到師傅話你知2015啦。嗱，上個禮拜我就偷懶咗，因為咧咁啱咁巧咧，講鬼講神啊第三集咧就出街，所以我就唔想去撞期咁咯。咁首先就同大家講一聲咧，今日係 Mother Day， 母親節快樂先。今晚講嗰個 topic 咧，同我歇後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鐵公雞。很多人都估到噶啦，一毛不拔。咁好多人就以為鐵公雞一毛不拔嗰個形容咧，就必定係形容喺金錢上嘅，孤寒啊，守財奴啊，總之全部都係金錢上。但如果喺我個睇法咧，佢不單止喺金錢上。是很廣泛的，包括知識上。不謀而合呢，大家都很清楚，跟我講鬼講神做幕後製作那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名烏呢，他就跟我講過一個故事。因為他比我理解呢，他就不是很了解我們華人的成語的，因為他那邊讀書呢就對這方面是比較少一點，是讀回他當地的即是文化的東西。他就說，喂，我講個故事你聽吧，這樣師傅。他說有四個人，每人拿著蠟燭在一間房裡面，其中一個就點著了一支蠟燭，第二個就問點著了那支蠟燭借火，借火啊，咁好簡單嘅啫，唔借。咁嗰個答嗰個結果係乜嘢咧？嗰個問題存在邊度咧？嗱，如果借火咧，一個借一個，一個借一個，四個咁計啦。咁肯定嚟講，就一支蠟燭嘅嗰個光線點都唔及四支蠟燭同時有一個光線，同埋你一支蠟燭。點會完噶嘛？唔會不停着噶嘛？會即係啲蠟燭點完會熄噶嘛？嚇！咁亦都係延續嘅嘢嚟嘅。咁同鐵公雞一毛不拔咧，就非常之類同嘅意思。嗱，今日撞正係母親節，咁我相信咧，全世界噶啦，唔係華人啊，全世界全即係聯合國都好啦。今天都會去歌頌，或者跟自己的媽咪啊去慶祝，送花啊、吃飯啊，樣樣嘢都會做。咁樣嘢係好好嘅，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嚇！咁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啦，孝順父母咧，就不基於某一個日子，父親節又好，母親節又好，或者生日都好。如果是孝順就日日都母親節。我不是說今天做的行為是沒有意思，是說這個行為如果日日做就更加有意思，就是我們經常都去，大家留意一件事，我應該怎樣說呢？大家留意一件事，鐵公雞一毛不拔，我形容一下，有些人我不夠膽說全部，有些人他對他的女朋友或者對他的朋友呢很慷慨的，但對父母呢就真的可以一毛不拔。連連同我的說話，認得師傅說的說話，有些人是這樣的，或者他做一些事是可以幫到別人，或者去幫到社會，他就真的一毛不拔的，但不代表他孤寒的，其他嘢他可能很慷慨、很闊綽。所以鐵公雞不是只是形容一個人孤寒，人的做事的操守都很重要，是吧？很多很多的新聞，很多很多的新聞，怎樣去教我們，或者在我的節目之中，我說了很多年敲到冇得等，你點等？
喂，冇人規定你父母幾時埋單噶嘛，隨時都行得街噶喎，係咪啊？你有本事而你唔去做，你有能力而唔去做，你有時間而唔去做，嗱，以上呢幾樣時間啊、金錢啊、能力，好見仁見智。嚴格嚟講咧，就得一樣嘢啫，就個藉口嘅啫。你唔想做咧，有千萬個藉口；你想做咧，嚇、啊、就唔需要有任何藉口。點解我會去不停去講呢個行為，不厭其煩啊？好似啲老人家係咯，暗沉沉不停去講，一日會累骨相關節日，我又拎佢出嚟暗暗幾句咧？點解咧？嗱，好簡單。今日就母親節啦，我就冇資格啦。嗱，好老實啊，我就冇資格，因為我自己媽咪即係過咗世十幾年，我就冇資格啦。咁我可以做啲咩？能力我有。如果我要請我媽咪食餐飯，擺位仲得啊。但我冇資格喎。咁點解有資格嘅人唔去做？你有冇考慮個問題？即係好多時，因為我有切膚之痛，我有切膚之痛，所以我比任何人更加感受到。我諗亦都有類同我咁嘅人存在。你又試下問下嗰啲人，佢哋今日佢哋嘅心情又會點？再者嘅嗱。我認識很多朋友，年青的、年長的都有。我不是 性別歧視、啊、我不是性別歧視。有些女性呢，她就很疼惜她自己的父母，但她就未必疼惜她伴侶的父母的、啊、很奇怪的、啊。我想如果大家留意我以前講嗰、那個嗰、那個消化你啲不停講嘅節目，我都會講嘅。父母不單止係自己生自己嘅父母，其他人哋嘅父母都係父母。尊重自己父母就必然嘅事嚟㗎啦，孝順。同時能夠尊重人哋父母或者自己能力範圍去一啲適當嘅孝順人哋嘅父母，我覺得亦都未妨不可。嗱，我成日講人神一理，我今日可以做咩？嗱，因為我成日大家都知道，教練係我契媽，咁即阿媽啦，即阿媽打啦，咁我唯一就將嗰份心意向咗我神。更重。咁你諗一諗嗰樣嘢係幾重要咧？咁樣孝道幾重要咧？嚇、啊！就算好嗱，好多時間上咧，尤其現今嘅社會，我應該咁樣講，現今嘅社會咧，有好多單親家庭。父兼母職或者母兼父職，舉個例子，今日是母親節，如果那個是父兼母職，我想他絕對也都有資格去慶祝，因為他們都是等於母親。相對來說，今日是父親節，但母兼父職，他們都有資格去慶祝父親節。所以任何的節日不基於是父親節或者母親節，做人子女就一定要孝道。如果單憑某一日做某一啲嘢，就以為做咗心安理得 OK， 咁呢啲就叫假孝道。我唔會推崇，我亦都唔會贊同。但我始終講一句，今日要即係今日，好似今日咁嘅節日，做一啲嘢。我不是說錯，但只希望大家明白那個真正的道理，做得更好，
冇人即係孝順父母，唔係有錢人嘅專利嚟嘅。唔係話我冇錢買康乃馨啊，或者我冇錢同父母食餐飯啊，我就冇資格孝道。唔係嘅，窮人都得嘅。真正嘅父母亦都唔基於你嘅物質上，係基於你個心。不過好多為人子咧係唔明白，我鬧過好多人，可能我鬧緊嘅人佢而家仲即係會聽緊我呢一集，嚇、啊！即係喺我個道理理論上啊，尤其是男仔，如讀書就冇得講啦。如果已經出嚟社會工作嘅話，唔好同。俾任太多個藉口俾自己，哎呀，我揾唔到啊，揾唔到，我俾唔到父母，即係照顧父母啊，供養父母啊，我講緊嗰啲啊，啊，即係所謂我哋華人叫家用，啊，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你冇一蚊，我諗你都生存唔到一日，唔好依理由。如果連呢啲做唔到，你根本不配為人子，更不配為人。即係喺我個道理上，同我同台食飯，我都嫌你未夠班，賤格啊！我用賤格嚟形容啊！孝順父母，做到嘅，啊，唔使歌頌你嘅，係應該嘅；做唔到就不該嘅。唔係今日我話為人父，我就即係恥老埋老，唔係呢個道理唔係我創，呢、這個亦都唔係某一個宗教嘅專業道理嚟，啊，係為人六道，包括動物都應該有嘅嘢嚟。咁所以話除了在這些這樣特別的節日要慶祝之外，大家也都利用這個日子去反思一下自己做的孝道足不足夠，應不應該做多一點，還有應不應該管教身邊自己的伴侶，對自己的父母，對他自己本身父母都要孝道。我可能大家說用管教，是啊，我用管教來形容。如果一個太太不好，當然她自己有問題，個丈夫都很大問題，相對一個先生不好的，啊，男人當然有問題，他太太都有一定的責任。如果你做伴侶不能夠去改變身邊的伴侶做一些應該人做的行為， OK， 你根本就沒有資格搞下一代。今時今日那個社會為什麼那個人情味，人情味啊，這麼淡呢？以前我哋有句説話，人情薄過紙，而家真係可以形容，我諗比紙仲要薄，親情啊更薄。點解啊？因為上一代做得唔好嘛，下一代就模仿唔到嘛。我原來咁都得噶，我咁咪咁都得咯。喂，林前滴水啊，滴滴在心頭。你點對你自己父母，將來個仔女咪點對你咯？係嘛？如果你去注重孝道，任何節日嘅吩咐啊嘛，話你要點做，對阿嫲應該點做，嚇對阿爺應該點做，話吩咐個太太話你今日我就算我可翻工，今日你點樣放工，你都要過去乜乜乜話同父母食餐飯，或者買些宵夜。嗱，我成日講嗰句説話。如果自己去孝順自己的父母，你的伴侶絕對不夠膽對你父母不敬，男女皆同，真的。
嗱，今日大家開心日子，我亦都唔想我得師傅喺度講咁多煩嘢，令到大家煩。喺最收尾咧，咁又我就透露些少啦，我就俾人撳到扁噶啦，因為我收唔到秘密嘅。咁嚟緊嘅六月嘅講鬼講神咧，嗰個主題咧就係講咖喱，即係我契媽。咁內裏嘅嘢我就真係不能講啦，因為我一定會俾後期製作嘅咪冇責任㗎啦，因為佢話唔好講，師傅保持一定嘅神秘感，低調處理咁樣。我即係尊重佢意見啦咁樣。咁總之話俾大家聽，六月嘅講鬼講神係講咖喱，係講咖喱。好啦。咁呢個節目咧，真係有咗效果嘅，有咗效果嘅。因為點解會咁講咧？早一排一個禮拜前咧，就有人 send 過一啲 YouTube 條 link 俾我，亦都有其他嘅人咧，同時咧，都講音牌唔好嘅，嚇。咁一路大家都知道網上嘅所有催促都講音牌點樣力量高，點樣勁啊咁樣。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良好嘅效應嘅，唔好話分邊個先頭啦，唔好話邊個講先啦。咁起碼我一路做落嚟，係就有咗效果，嚇，亦都有咗一啲認同我説法，或者唔好話認同我啦，佢亦都有諗法嘅人，亦都肯行出嚟講嘢。話音牌真係唔好嘅，唔好亂嚟。亦都係我一路做師傅話你知，或者一個新節目講鬼講神都好啦，希望帶出一個信息，一個連鎖效應，就係話將個正念越擴越大，等啲人糾正翻啲人嘅思想，唔好乜嘢都覺得邪惡，乜嘢唔好，乜嘢衰嘅都係泰國。唔好唔衰嘅，唔基於任何物件，或者唔基於任何地方，係基於個本身個人嘅心態。嚇！即係我咁多年嚟，我都希望令人哋對泰國有改觀。泰國除咗係個公稱叫 Angel City 天使之城之外咧，係旅遊一個好好去嘅地方之外咧，佢亦都係一個佛教國家。佢傳嘅都係一個佛教嘅意識同埋信息，佢從來冇要求或者冇去做一啲行為令人哋要求邪要貪心去做啲嘢，只係有啲人從中取巧，或者知啲唔知啲誤導誤説，而令大多數人初接觸嘅時間唔了解，以為唔好嘅嘢就係嚟自泰國，絕對唔係咁嚇。所以我開心㗎，有人咁樣講，人哋傳條 link 俾我睇，我係開心㗎。即係起碼一個良，一個好好良嘅效應，好事嚟㗎，係嘛？嗱，我要講嘅嘢講咁多啦，唔係我再講落去就可能會俾人轟嘅。今晚師傅話你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多謝大家收聽先，下一集睇我講咩，拜拜。鬼屋，你唔會問啲問題喎，大佬，好無聊啫。嗱，呢個問題咧，你前日俾氹我踩咗未？冇錯，你就當我驚啦。或者我唔夠料嘅，
喎。